这么快照真的太适合过年了。但是咱就是说，你干嘛给我限流啊？天无绝人之路啊！我刷到这个烟花棒 P 图教程，不浪费烟花棒，不用害怕被火星子喷，不花钱就能拍出烟花氛围大片。我就不信啊，这次还能被限，搞起！ 首先，我们下个手电筒搞点氛围。现在发丝光就都起来了，因为没有火光的光源了嘛，脸都很暗，拍出来啥都看不清。没关系啊，打开闪光灯，然后点击视频录制，哎，这时候脸一下就亮了，然后就点那个右边的小白点点拍就行了。双手举啊，一上一下啊，随便的低头笑一下都是可以的。但记住啊，头顶上要留一个出来，方便一会儿 P 图。哎，接下来要加点科技进去了啊！用局部调整把周围的环境给调暗。贴纸里面搜仙女棒，选这个，贴到烟花的位置，把多余的棒棒给擦掉。相册里导入阿瑟同款大丝花，擦去多余部分，叠到合适的位置。点混合，选择加量。咱们浅浅调个色，让烟花和照片混合的自然一点。最后滤镜选暖10+33。OK， 如果爱